球动作有什么问题？看完这位球友的正手拉球视频呢，首先我觉得他的这个摩擦跟弧线制造的都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拉球引拍的过程中呢，这个右脚啊没有踩实地面，那就会导致他在拉球的过程中呢，更多的是用这个肩膀带动的身体去拉球，这样的话拉出来的球呢质量还不会太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这个业余球友都会犯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他在拉球的过程中呢，身体是向上的，一见到下旋球呢，他下意识就身体向上走。其实我认为还是要更多的去迎前，去迎前摩擦。评论区里的教练们，你们觉得呢？